白的，死了的你怎么可能看得到嘛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哎，好，你就说是吴英雄强奸你，他拿着刀子逼迫你，你拼命的抵抗，你用手把他推开，可是他手里拿着刀子，又光着身子，你俩就这么你推过来，他推过去，你推过来，他推过去，他刀子一挥，就落到自己身上。好，就这么说，是他自己伤了他自己。韦大人，韦大人，公主她怎么样了？去看看吧。世子拿刀逼迫公主，公主是拼命的抵抗啊，拼命的抵抗。公主这么一推，哎呀，就把世子推开了。可是世子手上有刀啊，就这么一拉一扯，伸手这么一挥，世子便自己割了自己的。哎呀，王爷，韦兄弟，奴才吴三桂。教子无方，冒犯公主，罪该万死，罪该万死啊！哎，王爷，王爷，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不知王爷打算如何处理今晚的事啊？韦兄弟，小王来得匆忙，没带银票，这颗夜明珠，还请您笑纳。王爷，这公主面前务必美言呐。哎呀，王爷，你这话就太客气了。只要小将能帮得上忙的，我一定会竭尽全力。哎呀，只是王爷，你这赏赐今日就暂且不能接受了。收下，收下。哎呀，好吧，好吧。哎呀，王爷啊，这件事实在是太大了，所以小将现在也没了主意。哎，我们这位公主啊，性格高傲，那是三贞九烈。娇生惯养的黄花闺女，就连皇上和太后也要让她三分。世子胆子实在是太大了。对对对，是小王教子无方，日后一定严惩萧权。可眼下还得请韦兄弟在公主面前多美言几句，千万拜托。哎，王爷，你客气了，客气了。那我试试啊。哎，哎呀，启禀公主，平西王亲来谢罪，请公主念他是朝之重臣，功在大清，从宽发落。吴三桂在此谢罪，望公主从轻发落。别拦着我，我去死啊。公主，公主在上吊了！不好了，韦爵爷，公主要上吊，你得想办法救她。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公主寝殿，我们做奴才的也不太方便进去呀。事急从权，救公主要紧呐。这倒也是啊。哦，对，我以前是做太监的，想必我进去，公主应该不会太介意啊。啊，那我进去了啊。进去，那我真进去了。哎呦，拜托了，去。千万不要这样，您乃是万金之躯，千万别。
别做子面呢、啊、平西王正在外面磕头请罪呢。你应该杀了那个混蛋吗？哎呀，你们都别吓我呀，我以后可怎么嫁人呢？哎呀，出点出点，我都不想活了啦。你们都给我走，都给我走嘛。喂，兄弟，公主怎么说？人是救下来了，只是公主性子刚烈，不听劝，定是要寻死寻活的。我已经吩咐宫女们日夜伺候公主，半步不得离开。哎，王爷啊，我担心公主她服毒啊。可得当心呐、啊、那当然，王爷，万一公主有什么